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10月23日，旧历的9月25日，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县政府为了提升建立本地3020班，和中华县警局采购禁用巡逻车、机车、巡防车，总共150台，和警察当令会当更加安全。中华就业服务中心9月底迁到彰化市中山路23号甲白溪路，空间变化，过来设置无障碍空间，方便乡亲来遮找头路。都港中二庙上届24冬举行罕见的送春牛，十外顶的神轿队伍陪同大鼓王爷吊敬，嘛来展现保存都港文化资产。新闻一开始来看，禁用汽机车因为轻雾量大，耗损率高，每年拢爱编的医生来进行汰旧换新。今年彰化县政府就来编的3020多万，采购23台各式禁用汽车，125台巡逻机车。这届采购，县警局嘛依照前线基层环境的需求，进行汰旧换新。伊一到外全新的车辆，县警察局长也向县长来简报这批全新车辆的用途，特别是每一台车都是依照基层环境的需求来去采购。为加速解决其他部分办公室保留，既不忽视公共设施，包含现在各分局家己，那你们这边是用共同公共区域还是打造的？没有，有共像那个有的是离上就没有共约的，就是他们自己采购，我们可以跟他买的。由于禁用巡逻车辆损坏率高，每年一定要汰旧换新。县府充实警察执勤装备，采购禁用车辆，提升警察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机动力。今年县府为了充实我们警察执勤装备，那今年呢，总共汰换了有3020万的这个费用。采购了我们巡逻车12辆、侦防车12辆、勤务车1辆，以及我们的巡逻机车123辆、大型的巡逻机车2辆，提升我们警察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机动力。好。县警局强调，相信结合这批新购禁用车辆，投入治安行列了后，会当更加有效提升打击犯罪能力，维护彰化县的良好治安，让国民有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在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原本设置在彰化市东寿街劳动力发展署彰化就业服务中心，为着服务更加侪劳工朋友，9月底刷到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彰化就业中心，嘛伫咧23号举行甲白启用仪式。除了提供就业咨询以外，嘛来办理中小型征才活动。跨个明亮的空间是全新的彰化就业服务中心，这个所在也将继续负责协助劳工朋友求职、转职，甚至是职业探索等服务，提供民众一个更完整、更符合亲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空间，那来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那在新的工作空间里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有一些创新的服务，比如说提供民众的一个职涯的一个咨询服务的部分，那还有我们的整个研习、职业训练、就业服务的部分，深度咨询的部分，能够提供民众一个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服务。专工南下参加甲白仪式的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表示，全新的就业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只有更加多，也会更加在地化，一定会让彰化乡亲感受到政府的用心。我们就是一个新、全新、创新，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县民、我们在地的劳工朋友最好的服务。第二个新就是用心，
我们相信同理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彰化中心，能够让我们的服务同仁，能够让我们的劳工朋友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关怀跟协助。那最后一个心就是要兴盛哦，我们希望这边的业务蒸蒸日上。事实上，彰化就业服务中心在顶个月底搬到新的所在了后，就已经开始服务所有劳工朋友。在甲白启用一时动工，也来举办小型的联合就业博览会，提供百外个一块。多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都江中义庙相隔24冬，再一次举行送春牛。一个经过接上冲以及地天台仪式了后，十几顶的新桥队伍陪同纸糊往船绕境都江街路，然后来到吉安水道海滨绘画。时辰一到，陪安六副陈岁伫个副驾洪天江甲陪驾邓兴江的陪同之下，跪伫天台前向上天禀报春牛准备坐船。千岁几千岁甲张千岁啊！同啊38位水手，同啊个水手的将军只要信徒有着锁啊，牵引着用纸糊的往船前进，一路上中义庙技术人员摕着水果、沿路野水开水路。上村牛准备的物品数量拢是王爷以一指派，所有贡品、利用品、地面油顶物品拢是依照比例缩小。伊做在物件，拢总做80多项的物件，80多项两名啊，两名的是可以拢总差不多可以那个吃饱，还会吃到两没两百份的物件，我去给伊。这个提前水跟提前水刚才跟牛一种牛方面的一个一起分配啊。这次中义庙送春牛和上一回84年举行已经相隔24年，吸引不少乡亲专工回来看闹热。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减轻民众负担，中介十二号购买照护服务，透过登照协会就会当免纳钱。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台播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播0809-009-658。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的9月26号。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东南方，好时是早起11点到下晡的1点，下一个交易跟哪在。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为了减轻需要申请扶助补助家庭的负担，彰化市民代表韩德生伫咧甲台湾长期照护推广协会接受了后，予申请扶助的家庭除了政府补助款以外，自付也的部分由长照协会来支出。不管是轮椅，也是电动照护床顶扶具，在登记照护法实施了后，民众申请相关的扶具，拢会有一定比例补助。只是除了补助以外，也是需要付差额。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结合到这个台湾长期照顾发展协会哈，那来推动辅具零负担，哈，就是希望不要造成我们家庭的再一次的经济的压力。让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能够在未来，不管是失能还是老年照顾这一块，哦，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台湾登记照护推广协会指出，现在主要申请扶助的民众，都已经开了一笔医药费和照护费，为了减轻艰苦人的负担，透过协会得到免纳钱。政府原先有给他们些许的补助，但是碍于这个自付款，很多民众、很多家庭，因为长期的这个长辈的失能所负担的医药费，已经造成家里面的一个压力。那我们协会为此，我们理事长他希望说可以来减轻民众的负担，把这个自付额让协会来吸收。出行各位扶助零负担的彰化市民代表韩德生指出，彰化乡亲有需要各位扶助，只要符合政府规定的申请资格，需要家己拿钱的部分，协会拢会替你出。台中华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鹿港政府大使徐志辉和文化部指定为木雕政府人间国宝，后生徐世东以及门下十个艺生特别用两天的时间行遍全台各大庙宇，将阿公徐秀丽甲爸爸徐志辉的政府资料收集出版，让美好的传统文化会当延续传承落来。在你鹿港小镇有一位政府雕刻大师徐志辉，今年高龄85岁，安十六岁就带着爸爸施修礼还是机家来到林清新岛团林徐志辉工作室，但是柜内面有各种神态样貌不同的形象，这每一尊形象都是徐志辉创作印记。现在好生和艺生也来替施修礼和徐志辉出版《礼义辉扬》这本纪录册。本来我反对，因为要摄一跩庙里的金身哦，就爱讲有一个人甲庙这间庙有熟识，啊就爱甲伊沟通，啊沟通了讲好，答应好，伊转来就要阁补杯，补若有杯，伊则要互你摄，补无杯，补互你摄，这有困难无啦？咱因为咱要甲翕相哦，伊普通人有穿一件雪衣，伊若爱脱去啊，啊我着爱请出来外口。这是很困难，我直接反对的。他就如果有人很认真去拜托去跟他说，这大家答应才有法让出这本书，我是没可能。民族新团长的主徐志辉也特别将这本书送给鹿港镇长柯志宏，两个人也详细欣赏书中优美欣赏艺术。这个嫡传的施世同先生结合我们在地很多文史工作者他共同做一个普查，啊，会当讲集结啊出版，哦，会当即个安尼《礼义辉扬》这本册，啊，内底所有吼会集结吸收咧，甲徐志辉吼所有的作品会进发拢伫内底，会内底吼有咱的即个徐立先生的作品79部，哦，啊，即个徐志辉先生，哦，啊，内底84部，会当讲即个安尼神道吼，即个宣传吼，会当讲得到吼大家一个重视。这本《礼义辉扬》详细记录施修礼和施志辉政府作品遍布各地庙宇，出行立怀好机会，期盼让更多人认识到政府这项工艺特色，让美好传统文化会当延续传承落去。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河美民政社区今年5月份正式成立土红舞班，除了一般的舞蹈教学以外，搁来结合歌舞剧的表演，课程丰富多元。另外，为着配合社区推广反家暴的宣导，特别甲指示带融入去伫咧道具甲表演当中。
河北民政社区今年五月正式成立桃红舞班，这个班真特别哦。除了学跳舞以外，也结合歌舞剧方式表演，学员会唱、会跳，佮爱会晓演，课程丰富多元。我班是每个礼拜二自行练习，啊，礼拜四是老师来指导。欸，啊，阮就是平常家己练习安尼，啊，练习的时阵。老师来，他个教新嘞，还是指导啊嘞？啊，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啊，我的成员是查甫查甫加起来有四十几位，哦，啊，平常都是女士出来比较多。啊，如果是要用话剧还是什么会短剧，查甫他需要人家配合安尼。另外，为了配合社区推动反家暴的宣导，桃红舞班也真用心，特别将向进反家暴的指示带加表演道具结合做伙。那今年的是配合反家暴，啊，反家暴，我的是伊的道具的是指示带，啊，我请阮跳迄个茶舞滴鬼的呀，鬼的呀嘛是紫色的。紫色的花，所以一系列都是紫色的玩家棒，还有老子风车啊呢，啊，来对，大家妈妈们都是很认真啦、啊。像秋人班长表示，伊是桃红舞班的新员，真侪人也是社区独帮志工，透早爱无闲煮食，照顾社区几点的长辈，暗时过来社区运动跳舞，放松心情，生活更加趣味。罗中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今日的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麦丹秘书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灾情，灾情的意思是人的灾华，本事也是灾灵。咱来看例句，金水镇的三个后生拢真有才情，不是朴素，就是大头家。过来是俗语，好田地不如好主地，有好的子孙，看也有好的田地。跳串一个广告了后，带乡亲来去和平镇吃这个开七十多档老二号的豆花。啊好啊，去美国看大联盟秀一下。到韩国跟欧尼欧巴玩也很秀。美国、韩国这么远，怎么秀？不用花大钱，每月只要148一起秀一下。HD 148高画质套餐，运动赛事、热门电影秀，各国综艺、旅游频道，在家就很秀。凯波大宽屏 HD 148高画质套餐 ，AB 三任选，每月只要148，就是那么秀。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宽屏。还有哈里神，你选太秀啦！一个好的居住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新频道的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就像是防护罩一样，让我们住得很放心。系统操作很方便，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随时知道社区的各个环境状况，随时随地掌握社区安全，还可以用999频道同步监看所有的画面。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一通电话安装大好，快拨0809-009-658。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河北镇的图书馆为着鼓励家长甲囡仔做伙看册，特别邀请专业的老师，用凹气球的方式引导亲子进入绘本的世界，嘛好甲图变加相当趣味。鸡龟啊，总是当带给囡仔满满的欢乐，尤其是造型鸡龟啊，无论是大人囡仔拢介意。那如果甲绘本故事主角
以造型加贵的方式呈现在面头前，角度是不是就更加趣味和活泼？绘本是属于比较平面的，如果你能把里面的主角把它用气球变成立体的，这样小朋友会更容易接近到绘本，他会更喜欢阅读。其实气球是最容易吸引小孩子的，那小朋友他一眼看到气球，他会很喜欢，他就会觉得说，哦，看到气球，他为了想要把气球呈现出来，他会认真的去听那个故事，因为他很想把等一下那个故事的主角完成，所以会更有兴趣去阅读。河滨电力图书馆为了推广亲子共读，特别邀请专业的老师来跟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做会学鸡龟啊，拿它为本。因为透过折气球的那个过程当中，亲子之间要互相合作，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呢会更融洽。那小朋友呢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呢能帮忙的话，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会更好。可以啊。额头会当增加囡仔智慧甲语言能力。如果父母会当多多利用绘本甲囡仔交流，以讲故事的方式引导囡仔进入绘本的世界。除了提升亲子互动，更能促进囡仔认知发展。现在将奥加龟啊融合在额头活动当中，更可以当启发小朋友对绘本看册兴趣，逐渐含培养额头习惯。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河滨市豆花一间秘伫咧市场内面开70多档的老二号豆花店，坚持用古早传统的工法，用心制作出真香个白泡泡、幼咪咪、软心心的豆花。冬天食后真暖胃，热天食消暑，是一年四季拢真热销的甜品。热天来一碗冰的豆花，马上退火；热天来一碗烧豆花，整个人就温暖起来。一碗看起来简单的平民美食，算是真有大学问。河滨菜市的西豆花是一间传承70多年的老字号豆花店，坚持用传统的工法，为浸豆啊到高成豆奶制作成豆花的过程，拢总是顺手工。古早味的传统的较好食，入口即化，啊，袂使土鸡毛糊呀，土鸡毛糊糊伊就变去啊，对不对？该讲个传统的做法，该讲啥物步骤爱用啥物，袂使讲要出紧的，是惊拍算后一代办个功夫失传。嘿啊，伊这好口味啊，好食，惊失传啊。孙秋刚制作的豆花，入口即化，嫩跟面的口感，予人客一食就掉嘞。特别为外乡店来交关豆花，甜而不腻啊，啊很好吃啊，对啊。你们都会从哪边过？鹿港。对啊，这么一大碗就35块钱，便宜啊。来找朋友啊，每次来都会想来吃这个比较养颜美容。寒人嘛，食好寒人的鱼汤吼，迄啖姜母的吼，哦烧的够较好。你不三时来吃，生理拢爱叫排列的吼，生理食好，生理食好。这里吗？哦，这里的珍珠豆花，珍珠非常的软，很好吃，真的。西豆花是传承70多年的老字号豆花店。现在头家也偷偷放手，让第四代传人开始接手。当初四个姊妹啊，各自工作，但是不甘父母有年岁搁这么辛苦，决定做伙倒来厝的学做豆花。因为爸爸妈妈很辛苦，他们加上他们膝盖又不好，然后又很晚下班，所以才想要回来做。从小就开始帮忙，然后后来是才打算回来专心做，因为毕竟开很久了，也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心血就这样没有了。实在心头家表示，豆花是平民美食，好食的秘诀就是经料甲功夫同款重要。尤其是即马食安的问题，所以伊坚持真材实料，连红豆、绿豆等配料拢是家己控、家己煮，用心才当做出好滋味。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31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0.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当季上价21.1元，中价12.9元，下价6元。今日在上价22.4元是中价15.2元，下价8.2元。卡玛多上价50，中价36.3元，下价30元。油菜上价22，中价15.8元，下价10元。
菜上价31块七，中价26块，下价22块3。鸡蛋上价21块半，中价16块3，下价10块。包心白上价13块3，中价10块4，下价6块半。葱头上价25块，中价20，下价15。菜头上价15块半，中价11块6，下价7块9。菜瓜上价31块6，中价20块半，下价11块3。白菜上价22块半，中价16块3，下价10块。苦瓜上价69块6，中价50块半，下价31块7。受到东北风持续影响，水气无解，侪只有东北部甲北部山区会来落底渐雨，其他地区拢是侪混合天的天气。温度方面哦，温度上低，伫咧19度至22度，中南部地区高温来到30度至31度，日夜温差大，请乡亲爱注意这个气温的变化。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家吃饱饭后，大家像死鱼一样无聊。爸爸一直担心店里的状态，阿公觉得无线台转来转去好无聊，我的网路又慢又卡，玩游戏一直输，气死人了。大姐手机讯号不稳，直播常常会断。二姐跟妈妈吃饱后无聊到发呆。自从我们家装了一条光纤网路，我的网路用标的。打怪攻城略地不再卡卡，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爸爸装了 Home Security 就很轻松的可以掌握店里的情况。透过高速 WiFi 的环境，大姐可以开直播卖东西，不怕讯号中断。 My Video 上有无数戏剧电影，二姐就可以追剧看她的欧巴了。妈妈也不用出门逛街，就可以上 Momo 购物。这时大姐在直播中看到阿公昏倒了，大家都跑过来关心阿公。爸爸教妈妈紧急按下 Health Care 服务键按钮，并询问阿公状况，也量血压、作息、糖检测。我倒是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在瞎忙什么，因为阿公根本是睡着了。想要业绩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